这个光纤一定要先接上电视电源，光纤的线接上电视之后呢，电视本身要有电，它就不会有杂音了。现在是完全没有杂音，就是一定要接上电视，这个线不能是空的。然后你的本身电视要有电，电视是要待机状态，它就不会有杂音。听一下，这是完全没有杂音。我把音量开大。我想问你，你有没有发现什么奇怪的事情？这也没有杂音啊。啊，没关系。请一定要接上电视。这个事情发生那么久，光纤的线一定要接上电视，也很正常。电源要打开。